光丰地区农会岁末年终之际举办了尾牙餐序，感谢野味老团队还有产销家政班干部们的辛劳。光复和丰滨两个乡镇首长也都到场，县长徐正伟更是现身庆贺祝福。农会三巨头准备了一大叠乐透彩券现场发送，祝福大家新年有好彩头。为了慰劳团队以及产销班、家政班干部们一整年的辛劳，光丰地区农会特别席开30桌办理尾牙餐序，期间有欢送退休员工，也有歌唱同乐，现场热闹无比。掌声，我们张主任哈，谢谢。1月15退休了哈。岁末年终，光丰地区农会这一场尾牙餐序，光复以及丰滨两乡镇首长、民意代表、部落头目以及村长也都到场参加。县长许正伟也特别现身庆贺祝福，肯定农会在配合县政府农业处农政业务的辅导推广与协助上有加成效果，相得益彰。在这里各位和我们两个乡长还有农会大家一起携手同心，只要农友有什么需求都可以提出来，无论是我们跟农委会我们农事工区办主，我们对于大型我们的农用机具都有补贴以外，官网市或者是我们的资材补贴以及很多的这个作物，我想大家都可以一起携手同心来做。光丰地区农会理事长曾天昌、常务监事王金才以及总干事张明发三巨头也特别准备一大叠乐透彩券现场发送，希望能为大家在新的一年也能讨个好彩头，现场气氛热烈。光丰地区农会感谢上级农政单位长官的支持协助，以及丰滨、光复两乡镇农民的配合。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不论是时令农产的推广行销、杂粮作物专区的辅导以及农产服务等等，农会团队也将全力以赴，努力为地方的农业发展来打拼。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